忘嘅地方。哦，有咩特別難忘嘅地方？啊，呢條靚仔幾靚仔喎，好揀你啦咁樣，咁佢有機會走入去啊，入境啦。冇，就係咧，你原本以為去一個地方係有一個目的嘅，但其實個目的係在於嗰段時間。嗰段時間咧，其實係咁而嗰段時間係好茫然啊，發生咗好多事情。過渡期有好多唔同嘅困難發生，好多唔同嘅嘢發生。唔重要，咁所以就我遇到一孤人，佢同我讲，佢话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去一个目的地系一定有一个目的，但其实唔需要。我听唔明，享受过程啊就 OK 噶，而系话你要享受呢个过程。系，嗯，多谢。OK 啦，去做啦。点啊？点啊？点啊？就系咁简单。我问到我 get 到啲咩？我 get 唔到啊。OK， 唔紧要，百货应百客，记住呢样嘢。我知唔知自己讲咩？